笑死我了！用嘴唇厚的人画口红真好看。妈，那个莫娜一直在那个房间，我在睡觉，还一直就是死命就是啊，一直打东西。你跟你妈妈讲，现在才起床，你看你妈妈觉得谁对？我们就是超辣。Hello， 大家下午好，现在是下午四点，然后珍秋老师依然还是没有起床，他的生活作息非常的乱，然后就是每天早上睡不着就打游戏看电视不要睡觉，然后白天拼命的补觉，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做一个挑战，就是我用很多种方法叫他起床，看他是什么反应，看他敢不敢生我的气。然后现在我带你们去我的房间看。还没有开灯，嘘，大白天了还在睡。我还特意拿了一只猫进来，这只猫都没有把它弄醒，这个姿势。你看，白天睡觉就还要戴口罩，哦，戴眼罩。嗯，放松。几点了？我觉得很好睡。谁让你要打王者的？四点了。早上你的快递又来，我又被快递人吵醒。你懂的，我吵醒我就很难睡回来。起床。5分钟啊。那我过5分钟再来找你哦。随便拿一支口红，拿便宜的。嘴唇厚的人画口红真好看，哎，完全没有动静。起床了，5分钟了。喂，妈的，5分钟了，是不是流口水了？这么快哦，你那个真的没有练练练的。你看，谁让你玩我的东西？我老伟，我在换保卫大剑兔，你要不啊？早上帮你拿快递的，你可以看在早上我帮你拿快递的份上，你给我睡多一些。等一下晚上我们全部都睡觉了，你就一个人在客厅，好可怜的。我这里面在客厅上被打完整。我觉得你今天特别好看。那媳妇不要玩可不可以？现在几点？现在5点了。才5点。你妈妈嘱咐过我，让我照顾好你的，不能这样。身体不好。妈妈跟你讲，不可以在早上吵我起来，因为我有起床气。你现在再怎么生气，我都不会觉得生气，我会觉得你很可爱。我是狼狗。去等一下，妈妈看不到。我就拍我们的日常啊，我在这里等你起来哦。我
等你哦，你不起来我不走哦。你看那个傻逼去翻我的东西，不听。出去，小宝贝，什么都要烦。哎呀，什么办法？你是有病是吧？我问你，你再讲一遍。你是有病啊！我有病，醒了吗？我明天早上起来拿快递嘞。嗯，起床了。没有东西，坐起来了。你起来谈恋爱呀、啊？看电视。快点儿！我难得可以占用整张床哎，你在的时候我只是哪一个小小的部位睡觉的是。起床吧，起床了。你真可爱。哎，给我睡着一下下会死掉面，你会怎样？你会少一块肉还是什么？我跟我讲，如果少一块肉，我补回来个肉给你好不好？你就是想要你跟我在一起。你就是乖乖的在隔壁玩电话，然后你就跟我在一起啊，是不是？没有人跟我讲话。你不用讲，跟我讲。好香啊。我早上我昨天6点多早上才睡，然后我11点多给那个快递吵醒。然后我难得现在刚刚睡回去，然后你又要，你拍热场出去拍你热场，你来拍我的场。没有你，我的频道都没有人看，让我想起了一个韩剧里面的大婶儿。嗯，一点都不好玩，你都不陪我。还有什么东西可以？我会生气的，我会生气的。大白天了，你大白天开什么灯？哦，哎呦，好、哦、好、哦，还可以睡啊。跟我一起吃鸡吗？哎，我刚开始呢，起床了吗？搜，拿出来，少儿不宜哦，很恶心哎。我们先让他再睡一会儿，等他再睡着了，我们再来弄他。我先把猫拿出去。哇，外面还有一只。你来干嘛？出去，不可以。
你都不醒啊，你可以醒了吧？嗯。妈，那个莫娜一直在那个房间，我在睡觉，还一直就是死命就是一直打东西。你跟你妈妈讲，现在才起床，你看你妈妈觉得谁对？我原生的。我会再跟她发消息解释一下。起床啦，美好的一天。她知道我。你看现在天都暗成什么样了？刚刚那么白。是积雪。是的，快点。你不要打王者吗？讨厌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前女友们都不叫你起床啊。就是我讨厌你。你明知道我自己一直给外地吵醒，然后你又一直要逼我早起。那你有本事，你就是你的快递，你就放你的电话号码，不要放我电话吗？我听不懂啊。我不是啊，现在又要不要给我睡，又要吵我起来。我早上11点被吵醒，我吵到差不多2-3点我才睡回去。谁让你晚上不睡觉又打游戏的？快起床！起床了！我就知道你跟罗志祥是一个德行。对啊，罗志祥表面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我，其实背地里面挤出时间去约炮。罗志祥是我的德行。感谢你们收看我们的模仿系列哦。4月1号到4月30号，我们每一天都会上传一个影片，就是叫做模仿系列影片。然后我们会模仿各大 YouTuber 的影片，然后希望你们不要生气。然后我们只是一个模仿系列吧，就是纯粹对，没有恶意。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看我们模仿哪一位 YouTuber 的影片，你们可以在以下留言。然后我们觉得适合或者 like 多的话，我们就会把它拍出来给你们看。嗯。